哋到咗呢個小松通道，就咁樣一眼睇曬噶啦。頭先喺機場巴士咧，一上車已經聞到好大陣啲海鮮味、腥味咧。我是族长，如果你想看我们更多的影片，现在就在 YouTube 里面 search Freeter， 即是我们的频道，然后点红色掣订阅，以后我们有新片上架你就会即刻知道了。跟手 like 我们 Facebook page， 那里除了可以看到我们自由族最新的动向之外，还有很多旅游产品介绍。最后你还可以加上这个 WhatsApp number， 以后去旅行报价、查位、订位都很方便的。多谢支持，下集再见。